四位都是型男呐、啊，我们不要这样偏袒某些人。哇，他你们这一排真的旺啊，旺啊又好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第一张八筒还可以不碰啊。没碰才摸到红中，对，因为他刚没眼睛嘛，他没眼睛呐、啊，摸到红中，红中也好粗，所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对啊，红中来了，发财，先打发财，那红中跟着打吧。但是燕赤的红中来了，碰起来，打白皮。其实这时候他可以就可以打，先考虑打六饼了啦，先考虑打六饼啊。对啊，也可以啊。对啊，留白皮当这个安全牌，六笔先跑。不过他晚一手，有时候在其实，在蛮多时机先点上面，这个顺序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是常常就是这个顺序会造成。哎、欸，太平今天选择不错哎、欸嗯。对啊，欸、七条就因为八六条碰不到，八饼已经进一张了，已经建一了啦，所以变成说你不能起、啊、你那个在选择两对半的时候，你不能把八饼当作唯一对子的那边。对对对，八饼可能要试图去靠张啦。对，那黄长明现在目前是来到两进厅，哦，一进厅了，东风出去了。哦，燕智厅三条，燕智卡三条，中燕智这个目前看能不能够。捷足先登一下，黄长明也听牌了，四七饼。嗯，长明四七条，然后建明四七对，长四七系列四七都是四七啊。建明四七饼张数不少，这三条、哦、放枪，三条还是四条？四条，先守起来，先守起来，这个不错，感应不错啊。等一下有事的话再拆八饼，没错。嗯，好，唐唐晚上好，四七饼摸起来吧，还没有，没有啊，四七饼还蛮多的，是不是啊、哦？没有，一二三四五，对，果然你看拆八筒，拆八饼了，对，九饼，十七饼，十七饼，张数不多，但是有机会，有希望，有，这是七饼，留着，留着了，留着了啦。打一六饼没事，没事。那四七条应该有机会靠起来，啊不为，哦棒请过水啦，啊过水，这建明的个性啊，建明会是这样玩的，没错。是建明很喜欢过水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姚太明听牌了，六九饼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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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、哦，有姚太明听牌了，六九饼，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谁摸谁打，给鬼给拐，知道，哎、欸，你看、哎、你看，我告诉你过谁，黄建明。天呐、啊，黄建明的过水，不过今天是其实今天是取二啦，取二，哦取二，姚太明的走远跟黄建明不太影响黄建明能否晋级啦，他只要他现在其实他目前的敌人其实是黄长明啦，没错。哎、欸，这今天有凶哎、欸，这个有啊，东风圈就来到连六，而且连五还自摸。太明走远了啦，不过我们聊天室也是老观众了，都知道太明的习惯。